新发现，让一个成员戴耳机听歌，猜别人在说什么话。那是不是拿下耳机吧？对不起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好难。我记得我们很早很早之前有一个类似的 MC。太难了。哇，好大的耳机！这个就是看口型嘛，对吧？哎，那我们怎么分组？按顺序了吗？就一二四五个人。剪刀石头布吧。太白配吗？还是剪刀？那多出一个人怎么办？啊，那多了一个人。多了一个人，那就他先出来听呗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为什么你们要跟我站对立面呢？那你就出来听啊。就要不按随便来吧。啊，随便来。怎么样？好。你为什么说随便，然后直接戴我耳朵上？看你顺眼，来盼盼，你来给他讲吧。这开了吗？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来吧。没音乐，你让他放，他才放。Music。现在可以直接放吗？哇，这个音乐有点嗨。好嗨哦！开始了。啊。他听见了。应该听不到，听得见吗？我开始了。嗯，好，我现在开始了。橘色奇迹。橘色奇迹，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都强在受伤也。橘色奇迹，他嗨奇迹，嗯，橘色奇迹，新的翅膀，能不能有点快？橘色奇迹，橘色奇迹，哇，是吗？你再来一个，长一点的，长一点的。长一点的一句话，一句话，嗯，你想对他说，损损他。哦，损损他。你，你的，哎，我要说什么呢？你说了吗？等一下。你丑都骂得。你吃多点。你吃多点。好损哦。一直。你损到我了呢。吃荔枝。你。我，你想要打架他我，你吃，吃多，你连着说啊，才你吃多点，拖点，你多拖点，拖什么？什么？你吃多点。你吃多 okay, 甜点，他猜不出来，猜不出来，最后再我吃，你吃吐甜点，哎，重新来呀，重新来了啊，下一个啊，那记住你猜，每个人猜三个吧，然后再下一个，每个人三个吧，说什么呢？好嗨，泽言真胖，泽言真胖。泽言真胖哦！ Oh. 你说我泽言胖，你们俩来呗。我们俩对，哇，你们俩谁？你跟宋雨山吧。好，来，你们俩表演默契。你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。这首歌好嗨哦。让他们嗨一会儿。好。你们俩谁带？你们俩谁带？我想好了。那我吧，我带吧。有点上头，来，我理解你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一边耳朵没有声音了。说几个字呀？随便你，这边你想说是你关了吗？哦，好了。你一点都不冷漠。什么波？你一点都不冷漠。什么什么多？一点。这里边放的是腾格尔老师唱，这里边放的是腾格尔老师唱的是唱的《日不落》。你知道吗？上一首是《隐形的翅膀》，好嗨啊！来吧，腾格尔老师的《隐形的翅膀》。对啊。你一点都不冷漠。什么？我不寂寞。什么？你这样慢慢，你慢慢说，你慢慢说。你一二，你一，你你一
就连着说，连着说，我想听他能搞成啥。你一点都不冷漠。你说的啥？你要不换一个，要不换一个，换个字少点的。换个字少的。啊。好了，说好了。这个有点太。长发好看。长发。好看。好看。对，谢谢你。好，还要说吗？你再说个有点难度的呗。三个。有点难，三个。对啊，说三个，说三个。你想王毅吗？再慢一点。你想王毅吗？我想王毅吗？嗯。好，基本上除了第一个都猜出来了，一点点。嗯，我也一点点。要不要你给？我是不是好了？要不要你给他猜一猜？要不要你给他猜一猜？哦，哎，我有点耳鸣，为什么？哎呦，我啊，真的太猛了。给你们能听到吗？就是，这又放到什么了？放了个其他的吧。哇，腾格尔老师好赞呐！真的，我听完他一整首《日不落》，哇，萨顶顶。哎，我觉得他腾格尔入坑了呢，你们俩入坑了吗？可是我就想到一个，哎，散三 ，what？都是这样，就这俩字吗？不，你连着说，你先连着说。伞伞睫毛好长，伞伞肩膀好差。肩毛是什么？睫毛好。伞伞睫毛，伞伞吃饱。伞伞对的 what 这个他的伞伞睫毛，伞伞旗袍，可以我流泪了。那我们就说后面睫毛对好长嗯，对再说一个，瑶瑶睫毛就也不短对听不到。我跟他有心有灵犀，为什么要跟毛挂钩呢？别说毛了，因为我看到他好像也是新的睫毛。好了吗？没有，再来一个。别毛了。换一个词。哎，好难啊，快谁帮我想一个。要不你们先想一想，开动小脑瓜。我觉得等会儿我也想不出来。啥？我想想。陷入平静。你们知道吗？啥？放到什么歌了是吗？我听着音乐，我在压抑自己嗨起来的心情。好难，你有点像听嗨了、听醉了的感觉。那这样吧，下一个吧，下一个。那我猜，我会在想吗？太长了。我觉得你一肚子的那个想法，那你有想？你听还是我听？我听吧。我看你这主动的样子，我以为你有很多词儿呢。我现在想不出来词儿。那我想想，我也想不出来。这什么造？你想得出来吗？我也想不出来。你现在？我看你脑袋比较大的样子，你是你脑袋也不小。你是米老鼠吗？你现在？哦。你们能想到吗？那想一想。我戴了。那你先戴着吧。猪猪睫毛好长。哇哦！我不想。哇哦！这个音乐。我不想跟毛搞上。你喜欢吃潮汕牛肉吗？帕登。你喜欢帕登？你喜欢吃潮汕牛肉吗？再来一次。你喜欢吃潮汕牛肉吗？你喜欢吃软我在什么？我记得赶紧给你夸张嘴型。他给我爸的，我的妈，他给我爸的最炫民族风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带，而且还是两个男的唱的。每个人带上这说话都好。什么名侦探？每个人带上这个说话都好吵。
你喜欢吃潮汕牛肉吗？你喜欢吃潮汕牛肉吗？猜不出来。pass pass pass， 换一个。想一想。你牙齿上有口。啊天哪！还有，猪猪真的不是空台自己唱的吗？对的。我以为你要口。我觉得你的拔罐印很性感。你觉得你的拔罐印很性感？你啊？你觉得？我觉得。我觉得。你的。我的拔罐印。八卦印。八卦印是什么？拔罐。拔罐，拔罐。拔罐印。你觉得我的拔罐印很性感？哦，对。哇，终于猜对了。太吓人，我刚猛的看到这个真的给我吓到了。哦，两边都有啊。对，他后背上都有。哦，那你现在给我出好不好？什么？那你现在给我出好不好？啊，好的呀。哇哦，发生了什么？男顶，谁挡的？男顶。你的是算了，他听不见。谁给我出个主意？没有，有没有什么？猪猪睫毛好长。你的牙齿上对啊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。你的牙齿上有口红。哇、哦，你是不是听得到呀？嗯，你听得到吗？听不到。最强之人就在现在产生了。我表示怀疑。请老师把音量再调高一点。下一个。好。看啊，有什么素材？我在星梦剧院等着你哟。我的妈呀！再来一遍。我在星梦剧院等着你。我猜你是温猪。我在温州皮革厂，温州皮革厂等你。我猜。为什么你会说闽南话？突然不是我猜吗？我在 I'm here 我在，我想在是我的嘴巴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吗？你把后面也说，是我的问题吗？我在，换一个，好，换个什么呢？为什么追我？嗯，我要几支糖浆，我几支糖浆，快了，我要几支糖浆，慢一点，我要，我靠。不是我说的，靠，不是我说的，我。我要，几支糖浆，几支糖浆，嗯哼，哦，哇，他停了 ，cool， 哦 ，OK， 猪猪不行了 ，OK。要不你们最后来一轮？我想看你俩玩。为什么？就有一种来，刚好我想对，我要他听，对，哦，就有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。你们想得到吗？啊，感觉应该很开心的样子。真的好开心哦！快来逗我。可以，没有想法吗？我没有想法。Come on， 北盼盼睫毛长。你咋就那么爱毛？盼盼起，你去过四川吗？你去过四川吗？你去吗？你去过四川吗？你会喝水吗？会。你会吗？会。你喜欢喝什么饮料？你说什么？你太快了。你喜欢？我喜欢。喝什么？你喜欢什么？喝什么？喝水吗？你喜欢喝水吗？喜欢。你没有想法吗？夸他，他细胞好看。
啊？旗袍。你穿仿佛带了个耳。你穿旗袍。旗袍好看。好看，还是得有肢体，还是得有要用肢体。你们这是手语吗？结束了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吗？你们有想法吗？你们有吗？哎，我带，我有个想法，来带着，来来来，我有个身柱，但是我忘记是谁了。来显示屏，不是，你能不能先让人家给人家一个？他现在还在等待着你，真的，他在等你。你可以摘下来吗？你喝。可以摘下来吗？你可以摘下来啦。你接下来要跳黑天鹅啦。已经到了啥？已经到了，已经到了。对。哦。哇，你居然听得到！不是，我戴这个耳机是真心听不到，但是就感觉你们在说话，就感觉像在演哑剧，就是。而且感觉事件都很安静，与世无关的感觉。降噪厉害，他停了好像。是主桌，你说。我有三个生柱，祝小王子 ZZZ 生日快乐，在吗？生日快乐。然后第二个生柱是祝 ESP 生日快乐，耶！第三个生柱是匿名粉丝吃点土生日快乐，耶！那么接下来就请黑天鹅吧。有请黑天鹅上场吧，耶！歪那么没有底气。